一点不一定唱得好。你会怎么看字嘞？我还没回来耶。两首的不一样的一个曲风啊，一个是硬感的味道，哪一个是你们家的小调的味道？对，小调的味道啊，来，给我们两位的诠释送给大家喽。听啊，无尽听啊，为抒情总是人不要。Thank you.